还是下一个男生。许魏洲。许魏洲。他恨你。真的。他恨你的原因是他借了你太多钱。他没借我钱，那就以后会。但我觉得是因为钱恨你这件事情。哎，所以你有可能，你有可能，你就是只是不了解许魏洲。许魏洲，你到底有什么恨我的地方？请你来湖南省常德市桃园白林洲蘑菇屋讲清楚这件事情。不是已经帮你说了吗？因为钱。别瞎卖刀了。你有兜叠的。